节总能担任救火的角色，拿到很多重要的篮板。哇，在第二节一开始呢，就是送上了一个遥远的祝福。对，他都很尽心尽力，当然是在进攻上面呢，就必须要更加稳定一点，尤其是他从过去的位置打到现在转型为后卫。回传给王靖霖，杨婉玲。左撇子在左侧啊，这个切入刚好非常的顺手。执行想要一鼓作气，在第三节的尾声呢，把比分给拉开。但是佛光大学看样子不太同意，尤其是杨婉玲，也反而是反倒打出了一波5-4，三分外线封闭。这个点呢，就是用犯规战术来控制分数的时候，团犯超过4次是比较有利的。哇，杨婉玲送上遥远的祝福，单节的第二颗三分球。王靖霖也往篮底下打，林蝶防守他，传出来，杨婉玲也会